据报道，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证实，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总价约80亿美元的 F-16V 战斗机。对此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，美国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，严重干涉中国内政，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。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。必须指出，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。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。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，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，立即取消该项军售计划，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。否则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。中方将根据形势的发展，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。